像那个走灯影的那种感觉啊。皮影皮影。哦，要跟。不是，这顶胯走走。我该顶胯。吴老师，你的翘臀在哪里？协调不了。对，基本协调不了，挺难的。看着容易，其实挺难的。这个就是佳木斯舞步，它是，但是它是个舞蹈的，它对整个人的线条特别。它特别像那个皮影戏里的老太太那样走。嗯，它是。主要是那个表情，王老师的表情露着小白牙。哎，不只是表情，王老师刚才的屁股突然翘起来。还好屁股翘起来。第四。四个舞种就知道舞蹈，这舞蹈怎么会有人学？我不觉得好看。哦，这个是真的。你看，其实东北的姐姐她们练完以后，线条真的很长。老了老了还能长个儿，绝对啊！会拉伸，拔起来了，她一直属于这种状态。哦、但她这个舞蹈呢，就有一点的地方就是她知道中老年的这个膝关节不好，没什么蹲。对，就是一个。然后接下来呢，还有叫第四种舞叫那个鬼步舞，见过吗？鬼步舞，这个啊，这个见过，这个很老的舞，这好像是，对，在广场上不多。啊，就这，好像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见跳的这种舞都是。对，这个特别难跳。对，来，来，王长峰，你来，快点，赶紧，赶紧。哈哈，来，老开心了，来，拍拍手，准备。来，有两位老年朋友啊，来，老师在前面带着啊，这歌还挺好听的，再来一遍。来啊、再来一遍 ，one two three， 开始。先找到节奏，跳舞之前先找到节奏啊。four three， 对，然后这个腿我先跳个慢的，一、二、三、搭四，踹踹踹踹三下，再来一遍。右。你的最大的作用是把他们给点燃。点燃，对啊，对，绽放。谢谢。我们看到最后一个实习、还有啊，那个舞蹈叫。交谊舞，交谊舞，或者叫水兵舞，就两个人拉着手跳的，然后两个人转个圈，有这个厉害，杨慧，这个厉害，也有，有一点身体接触的，那从东边上去，那从东边有一点交际舞嘛，类似于交际舞，对，就是有一点身体接触的，对。最后一个呢，就是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多，我们有一些街舞也在跳。来，演示一下，郭兰，来，你会跳一点吗？你跟老师这个子也正好搭嘛，掌声鼓励。我就耍个大刀了，今天啊，这个我也不是特别会跳。来，给个随便给个音乐来，来啊，我教你啊，右脚点地，点，对，点，然后来面对面，转，对，好看不好看？好看，对，来，哎，回来，对。还可以哦，可以吧？放开一点，过来。对，很有感觉。转两圈，一圈，两圈，来摆个造型，别动。对，来，转进来。东东，我这块上。来一个。哎呀呀呀呀！激动了。一起来。掌声鼓励。唱一下呢。自由发挥吗？来，我们俩一组来，对，走，点，一、二、三，自由发挥，对，一、二，背后，对，转圈，很好，对，来，对，来，注意力放在这边，来，掌声鼓励。叶浩洋这个身材是天生跳舞的啊、哦，摆个造型，结束造型，托举。其实广场舞最大的特点是让所有人都有可能通过肢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王老师，我还认为他最大的价值是让很多老年人有了快乐。事实上，他做了很多老年人的儿子，弥补了很多儿子们本来应该尽的义务。谢谢王老师，谢谢啊，这样，最后我们要不要邀请？他们原地起立，然后我们俩在前面领一个舞。是吧？要，好。然后呢，我再给大家一次机会，再邀请五位观众上来。你今天错过就没了。所有的嘉宾朋友们，这个很难得的这个机会，今天我们一起跳个舞啊，好吗？我们学一下动作，好吗？来，今天我先教一下。来，涂老师，来，手臂交叉，打开，向上，向下，交叉，打开，向上，向下。交叉打开向上，再来一遍，交叉打开
向上，向下，交叉，打开，自己说一遍好吗？来说一遍，交叉，打开，向上，向下，再来一个，交叉，打开，向上，向下。好的，那么接下来给我走一下我们的音乐，送给我们的涂老师一个经典。交叉，打开，自己说一遍好吗？来说一遍，交叉，打开，向上，向下，再来一个，交叉，打开，向上，向下。好的，那么接下来给我走一下我们的音乐，送给我们的涂老师一个经典。准备。哎，换脚吧，慢脚，再来一次，一走，交叉打开，向上，向下，左脚下，来音乐再来一遍，左脚，四三二，起，所有人准备啊，走，换脚，换脚换不过来，那就再来一遍，再来一遍，走，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好，谢谢，太累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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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